晴天雨天，心情好坏，甜点总是能治愈每个人的身心灵。特别是外观高颜值的特色甜点，往往一上桌就必须让手机先食，不仅让人赏心悦目，更能满足味蕾。因此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全台高颜系甜点必吃推荐，赶紧一起往下看，准备去踩点。台北甜点推荐：锥子日式可丽饼咖啡专卖 ，Drink。位于台北永康街内，锥子日式可丽饼咖啡专卖 Drink。日式可丽饼饼皮口感 Q 软带点酥脆，并采用当季水果搭配老板自制清爽不甜腻的鲜奶油。除了菜单上的品项，也会根据季节推出期间限定口味。许多网友都说这是一家没有雷品的可丽饼专卖店，保证你一试成主顾。台中甜点推荐 Mitaka S31 Cafe。即使受到疫情影响无法出国，也能吃到日本大阪人气美食跳香吐司，就在台中 Mitaka S31 Cafe。 洗版 IG 的综合水果跳香吐司是店内最多人点的甜点人气王，面包夹层中除了铺满新鲜水果，更涂满自制奶油，每日限量供应。另有富士山系列造型吐司，欠吃又欠拍，你绝对不能错过。台南甜点推荐 Crema Cafe 葵马咖啡。隐身在台南巷弄的老宅咖啡店，从咖啡豆烘焙、手做饼干、手熬果酱、手做甜点等，都是店家自制。而风靡全网的超吸睛鸟巢布丁，则是利用糖浆制作出不规则糖片，再盖上布丁，形成鸟巢状。布丁口感 Q 弹扎实，搭配带有焦糖香气的糖丝，完全能让你拥有视觉与味觉双重感受。高雄甜点推荐：木木家鸟一谷手做千层。目前在高雄已有五家门市的木木家鸟一谷手做千层，是千层控一定会知道的蛋糕甜点店。千层饼皮都是老板手煎制作，整体口感软嫩厚实湿润，每口都吃得到绵密鲜奶油的滑顺感，也会采用当季水果作为搭配。除了提供多种口味的千层蛋糕，更有乳酪蛋糕、蛋糕罐等其他品项可供选择。店家另有提供宅配服务，无法到门市采点的话，线上订购也能品尝到超级美味的千层蛋糕哦。欢迎留言分享以上的高颜系甜点，哪一间将成为你采点的第一站呢？也别忘了存下影片收藏清单，想吃甜点就能随时出发。想知道更多时事资讯，记得订阅理财周刊 Plus， 锁定每周二、周四中午12点准时更新的理周快报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